小朋友们，现在我们要去执行一个很神秘的任务。挖宝藏。对，六个宝藏。好，那现在我是这个队的队长，所以大家要听我的口令。当我吹口哨的时候，大家一定要集合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集合，集合，集合了，集合了，集合，不要跑。好，吹口哨是集合，不要跑。小宝，小宝，小宝，还没呢，回来。吹哨子是集合，吹哨子是集合，要到我这边来。